欢迎大家嘅收听《蛋蛋俱乐部》嘅直播啊！原本谂住去食饭嘅，点不知又有人报料啊，铜锣湾又准备嚟料啦。欢迎大家嘅收听《蛋蛋俱乐部》啊！欢迎大家 like 啦、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噶，呢度可以留 comment 噶，我睇到尽量复你哋噶啦。可能之前冇乜电啊，而家啲 Same Wi-Fi 咧冇乜电啊，咁就可能有啲唔好稳阵啊。咁咧，現場就係銅鑼灣啦，呢個渣甸街啊，同埋怡和街交界啊，咁有大量嘅行家喺度聚集啊，咁我就過嚟見下熱鬧啦。咁現場係銅鑼灣啊，咁就有唔少嘅人士喺度聚集噶。咁啱啱咧亦都見到幾架嘅警車係駛去呢個往軒尼斯道啦，往灣仔方向駛去噶，往灣仔金鐘方向駛去噶。咁而家咧，現場情況就大致平靜噶。大家有啱啱食飯啊？點不知突然間又有突發，要開多台直播啦。咁我開埋呢次直播先食飯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咧，就可以叫個兔仔或者蛋哥出嚟幫幫手嘅，銅鑼灣或者中環啊啲有可能有和你 lunch 嘅直播啊。咁現場咧就唔少人應該等緊小巴噶，應該係想入赤柱嘅，即係趁呢、這個炎熱嘅夏天啊，消一消暑啊。咁我哋對面咧就係入赤柱嘅小巴站啊。呢、這個 flash 假諗到咧，嚇望到前排啊！转头先换啦，转头先换啦，晏啲我要炒支 Same Wi-Fi 都需要啲时间啦。因为另一次 Same Wi-Fi 咧就快俾你噶，你立场都嚟咗，老大哥。咁咧，我就可能要，我见到后面应该有旧车啦。看不清楚，而家入去入少少望下先，应该就有警车在附近解离啦，已经喺渣甸坊附近啦。咁现场就是铜锣湾渣甸坊交界啊，同呢个怡和街交界啊。咁前面见到有大批嘅防暴啊，落咗地啊。见到啊，呢个系大量嘅防暴噶，就应该系落嚟扫人噶啦，嚟到啦应该。准备冲警杯一号，咁应该会开始接残动嘅市民噶啦。sorry， 一阵间。咁我面仲有一堆嘅，一堆嘅其实。啲巡逻嘅喎，咁应该就会截查现场呢一批嘅市民噶啦。有市民开始离开啊，应该系警员上前追截噶啦。现场嘅市民就陆续离开啊，警员就上前截查啦。咁有警员就叫现场嘅市民就即系尽量唔好离开啦。咁现场啊，系铜锣湾啊，渣甸呢个怡和街啊，同埋渣甸街交界啊。咁就有三名嘅女士系被截查噶。咁現場就未見有咧傳媒聯絡隊嘅成員啦，警員就到場協助傳媒採訪噶。咁市民都係有大量嘅衣服喺手嘅。
咁小弟原本咧就谂住食饭先嘅，点不知就未能去成功食饭啊，就要继续再开台啦。咁现场大约呢个警方呼吁啊，聚集喺渣甸帮渣甸街嘅人啊，请你马上散开，警方做咗截查啫，唔好聚集喺呢度啊，唔该，马上散开，唔该。咁現場啱有警員就開咪啦，叫我哋就即係叫市民就盡量散開啲啦，唔好聚集啊！呢個警方呼籲啊，聚集喺渣甸坊同埋渣甸街嘅人啊，留意唔好喺呢度聚集啦，警方去做一截查啫。咁現場啊，警方就叫現場嘅市民就盡量離開啦。現場啊，係銅鑼灣啊、怡和街同渣甸街交界啊，黃金廣場對出啊，就有三名嘅女士啊，俾人截查緊噶。咁佢背囊入面咧就啲衣服啦，替換咗衣服啊，即係可能係天氣熱啊，咁就想揾啲衫換下，行街嘅時候可以即係清爽啲啫。咁啱啱咧原本就大概超過十，即係有十幾名嘅市民坐咗呢個位置啊，咁而家剩翻三名市民係喺現場嘅啫。哇！竟然就 rapper 咁啊，拎麥拎咗啊嘛，我帶翻埋支麥啦已經。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嚟蛋蛋俱乐部啊！大家好，我系马义琼嘅，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铜锣湾现场情况啊！我已牵连知道渣甸街同埋怡和街交界嘅一个位置啊，就有三名嘅女士系俾人截查紧噶。咁啱啱咧，防暴就系咁依啦，就睇过你袋入边嘅物品啊。咁現場其實圍觀嘅市民都唔少噶，即係約莫估計都有超過50名嘅市民喺度圍觀嘅，即係食花生嘅俗稱嘅。咁亦都未有市民係即係叫囂啦，同埋指罵警員噶，警員亦都表現都暫時比較克制噶。咁啱啱咧就有警員咧就係沿住揸啲倉啊，就攞車咁就徒步行過嚟嘅時候，就喺黃金商場停咗三名女士啊，就叫佢哋唔好走啊，咁就做一個 stop and search 嘅動作。而後面亦都有數名嘅防暴警員追視啊，後面就有一隊啊嘅防暴警員啊，你知會截查啲咩對象啦今次？咁就而家兩隊人就喺度溝通緊，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動作係需要截查噶。相信咧，我哋呢間唔知乜鬼嘢咧，獅神啊，係嘛？唔記得咗，就應該會閂門嘅啦。原來接在驅散啫。係散啦，散。咁有警員咧就協助，即係群眾驅散，即係驅散市民啊，就叫我哋唔好喺現場逗留啦。呼籲他們離開啊！渣甸街現在竟然就是沿著渣甸街大掃蕩啦，咁就叫市民就盡量不要聚集啦，盡快離開啊等等噶，咁就沿著兩邊咧就掃蕩噶。現場亦都有其他嘅防暴隊員係到場係協助，即係掃蕩噶。相信啱嗰三名女子係放行噶，上翻行路先啊，準備轉頭。咁就費事又俾人抽證啦，即係係咯。咁現場啊，防暴警員就喺渣甸街同埋怡和街一帶咧，就進行掃蕩啦，就將聚集嘅人群驅散嘅，即係俗稱食花生嘅花生友啊。現場亦都有議員助理定區議員係喺現場嘅，應該係咪許志峰議員助理啊？唉，我都認得佢啊，就協助即係監察警方嘅。全力使用啊！亦都系乘坐的士離開噶。即系就費事繼續俾人抽清啊！咁現場啊就係 SOGO 對出啊，怡和街啦，一帶啊，咁亦都防暴警員咧就沿住渣甸街就掃蕩，就即係要求在場嘅市民離開啊！亦都有更加多嘅防暴就到場支援啊！後面又有數多名嘅防暴到場啊！
但未有 進一步進行徹查噶，淨係喺度進行掃蕩啫。應該好快就會同怡和街同埋軒尼斯個交界嘅防暴匯合啊。咁而家就係位於渣甸街一帶啊，咁繼續防暴咧，佢繼續喺條街度進行掃蕩啊。咁咪就行翻後少少先啦，唔好影響警方做嘢啊，如果咪又俾人抽停噶啦。咁現場嘅市民其實已經開始四散噶啦，因為警方嘅突如其來嘅到場啊，市民都開始四散啊。咁現場咧，其實佢哋就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啊，同埋角落啊，進行掃蕩驅散噶。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睇《蘭麗俱樂部》，我係米奇啊，繼續為大家直播啊。5月27日啊，銅鑼灣現場嘅情況啊，咁就未知咩原因啦。咁就啱喺渣甸坊咧、堅尼斯道同埋怡和街一帶啊，就有大量嘅人士聚集啊。咁警方就到場進行掃蕩啊，同埋截查咗三名嘅女士啊，咁已經獲放行嘅啦。而後邊咧亦都有啲嘅防暴警員係企咗喺怡和街同埋堅尼斯道交界嘅一個行路上邊啊。後面亦都有嘅大批嘅防暴啊，係喺後面進行呢、這個叫做掃蕩啊。未知會唔會有再一步進行即係截查市民啊？咁我就咁防暴就驅散記者啊。咁但係後面亦都有防暴啊，就係、是、駐守噶。未知係咪有人士俾人截查啦？似係啦。咁就有數名嘅人士係俾人截查噶，有數名嘅人士，三名嘅人士係喺呢個卓越對出啊，渣甸坊一帶啊，就俾人截查噶，啟超同渣甸坊交界啊，係被截查噶。咁而家我哋跟住最新嘅情況啊。咁而家見到個警員咧，係未有戴上口罩啦，或者未有用黑布蒙面嘅，只係用一啲反光嘅嘢。只係用一啲反光嘅眼罩，就遮住隻眼咁啫。咁我就費事我飛行咗。咁其實而家除咗怡和街咧，即係前面大家見到咧，就一大比較混亂咧，呢度就三名人士咩截查噶。後面一群人喊緊口號，聽到，但未知喺邊啊？希慎，呢度係和理唱啊。軒尼，呢個死啦！希慎廣場啊，兔仔我都唔知喺邊啊。唔該唔該唔該。咁就有和理唱啊。現場聚集嘅人士其實都十分之多啊，都有唔少行家在場啊。咁我咧就梗係喺度涼住冷氣報道啦，傻嘅先出去啫，係咪啊？突如其來的冷氣啊！咁咧見到喺希慎廣場咧，有一邊咧就已經落咗閘噶啦，就未能即係出進出噶。咁而家只係得翻一對大門咧，可以通往渣甸坊嗰邊嘅啫。咁現場嘅市民亦都啱曾經高叫個口號，但係上頭舉一匹火啊，同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呢嘅口號啊。我出翻去繼續睇一啲被截查嘅人士啦。咁啊，見到啊，呢度仲有四名嘅防暴咧，係應該係揾緊佢哋嘅目標啊！有所行動啦，應該就發現咗新嘅目標啊！就上去即係好似揾獵物咁啊，獵豹就上去做一個撲擊啊！咁就應該係呢兩名。咁呢度咧就有三名人士係繼續俾人截查噶。咁喺稍後嘅時間應該就會獲放行嘅，除非佢哋身上搜到啲可疑物品啦，例如一啲 gear 啊，即係豬嘴啊、頭盔、眼罩等等嘅物品啦，或者一啲手套啊等等啊。如果唔係，應該都獲放行噶啦。歡迎大家收睇蘭麗俱樂部啊！我係米奇啊！歡迎大家用 PayMe 啦、PayPay 啦、轉數快啦、同銀行過數啦，或者現金喺現場貨金支持我哋噶，亦都可以 inbox 我哋查詢一啲貨金嘅方法嘅。
咁現場啊，繼續係渣甸芳龍啟超道交界啊，咁就三名人士俾人截查啦。然後後面啊嘅希慎廣場啊，亦都係有人進行一個和你唱嘅活動噶。咁喺稍後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入去即係繼續拍攝和你唱嘅現場啊。咁呢三名人士應該會獲得放行噶啦，就防暴都陸續離開啊。咁而見到帶頭啊呢一個咧，就係冇戴口罩嘅防暴警員啊。望落个样都比较后生啊！咁我就进入翻希慎广场啦。系。唔係啊，所以咧，按啲中環咧，如果有和你 lunch 咧，可能要揾多場可以開 live 啊。我而家銅鑼灣做緊啊。咁啊，警即係呢批防暴警員咧，就係、HKI 啊，即係港島啊嘅 PTU 部隊啊 ，EU 嘅啫 ，EU 變 PT 防暴啊。咁前面應該就係繼續嘅都係 HKI 嘅環頭啊。HKI 即是 Hong Kong Island 啊，咁咧全部都是普通 EU 車嚟嘅啫，全部都是普通港島嘅 EU 車啊。咁我而家又進入翻即係希慎廣場啊，繼續攤住冷氣，因為大家做直播啊。咁啊，其實而家主要咧，即係防暴警員咧就聚集咗喺渣甸街啦，同埋軒尼斯道同埋怡和街一帶嘅一個交匯嘅路口嘅一個行人安全島啊，類似咁啊，美珍鄉個位置啊。咁咧，我而家就喺希慎廣場入邊啦，之後就和你唱嘅活動啊。咁咧就喺度涼下冷氣，聽下人哋嗌口號啦，大家就盡啲幫我唞唞先啦，我都未揾到嘢食住啊。咁現場啊，其實都有超過50名嘅市民聚集啦。就呢一刻嘅呢個 moment 咧，仲未即係未聽到有人呼叫口號等等，同埋唱歌啊。唉，等陣先，咁我而家就喺希慎廣場地下中庭啊。喂喂喂，收唔收到？收唔收到？咁我冇麥啊，我直接用電話收音嘅咋。我哋未買收音麥啊。大家好啊，米奇啊，食唔到擺飯住啦，太多突發啦今日。咁而家就喺銅鑼灣啊，希慎廣場入邊啊嘅中庭位置啊，就即係有市民就發起和你唱嘅活動啊。咁我就 set 好支腳架先。啲手機都冇電啊，屌你個肺啊！咁早冇電，有排做啊嘛。唉，唔緊要，唔緊要，佢熄機，我哋就熄 live 啦，同一時間。咁現場咧，主要聽到嘅歌曲咧，都係嚟自希慎廣場播嘅音樂啊。而家就相對比較平靜啊，可能啱出邊突然間有個大掃蕩啦。咁其實目前啊，只有一兩個出口係可以出入口離開希慎同埋進出希慎廣場嘅啫。咁咧啱收到風啊，就唔係啱就有消息指啊，就防暴局已經喺附近呢一帶就設咗防啦。咁包括喺對出嘅渣甸芳啦，即係啱有人指定截查嗰位啦，渣甸芳啦、啟超道啦，就已經有即係兩三個支龍，全部都係 EUHKI 嘅部隊啊，即係港島嘅普通 EU 啊，即係散仔啦，簡單嚟講唔係 PTU 啊 EU 啫，即係平時著嗰啲車釐龜衫嗰啲啊。現場其實都相對平靜㗎，只係有人聚集同埋企喺度嘅。
即係聚集嘅人士未散去咁啫。其實現場就未必未見人嗌口號啊、唱歌啊。我拔唔到毛噶，我開住 live 咧拔唔到毛噶，大家即係係咯，唔好介意啊。唔係唔識啊，係我因為咧要第二部機先拔到毛啊。咁如果我一部機開住 live 嘅時候咧，就用唔到第二部機拔毛噶啦。蛋哥應該喺 office 喎，唔清楚啊。應該就喺 office 嘅。Mason 唔係唱完啦，我見仲有市民聚集喺度啦，咁我就唔散去住噶，因為其實現場都超過50名嘅市民聚集啊，咁我就萬即係以防萬一，點解好難瞓啊？以防萬一咧，突然間有防暴係衝入嚟就驅散啦，咁我就即係喺呢度做好準備先啊。乜陣打俾我？好啦，做咩啫？打俾我一個嘅。我正常都唔用冷氣啦，係嘛？白痴嘅咩？呢、這個我問一下先有啲，我都唔清楚。啱就有人已經幫我哋就問你有冇其他 PBAC 啊，咁我哋就唔清楚嘅，我唔清楚啦嚇。咁、啊、就等下有人會覆你噶啦。咁現場其實都相對平靜㗎，只係有超過即係接近超過50名嘅市民係喺現場聚集啦。咁就未有嗌呼叫口號同埋唱歌㗎。咁而家就有唔少嘅傳媒即係朋友啦，就坐喺度休息噶，亦都有急救員係喺度休息緊噶。lunch 差唔到啊，即係啱原本諗住喺金鐘嗰邊平靜啲就過嚟嘅食飯啊，點不知突然間就收到銅鑼有消息就話銅鑼灣就犧牲就黃禮昌同埋係啦，咁就過嚟呢邊做開個 live 啦。咁點不知？銅鑼灣咩情況啊？銅鑼灣而家就主要係犧牲廣場有黃禮昌呢個活動啦。防暴警員咧就喺渣甸坊啟超道一帶係即係同埋怡和街軒尼斯道同埋渣甸街交界咧就設咗防線嘅，唔係防線咧，即係有防暴企喺度嘅。而喺啟超道咧就有三架豬籠啊，都係 EUHKI 即係平時啲車嚟歸啊，做咗條防暴警員嘅部隊啊。軒尼斯唔係屌軒尼斯道啊！希慎廣場就有一個入口封咗噶，即係平時上電梯嗰度咧，咁大家但係就可以落多一層啊！呢度就即係呢個中庭啦，大家落多一層咧就仲有路出翻去嘅。咁如果你喺中庭呢度出咧，只有呢一個出入口嘅啫。咁現場其實都見到有啲保安，即係嗰啲現場即係負責嘅呢個商場嘅人士啊，都喺度溝通緊啊，點樣處理即係？其實都即係溝通緊點樣處理㗎啦，咁但係上面就啲人群就未散去啊，又想散去跡象啊，啱啱就應該係即係一啲和你唱嘅人士啦，就行咗出去啟超道啊、渣甸坊一帶啊一帶，咁就引嚟防暴嘅注意，就進行一個掃蕩啦。咁然後咧，我哋見到咧 Apple Store 其實落咗閘嘅啦，已經即係希慎廣場嘅蘋果啊專門店啊。如果現場的歌曲啊，主要都是嚟自啊，希慎廣場的歌曲啊。咁各位啊，落黑道就未見有警車啊，但啱就有一架警車就沿住灣仔方向離開噶，未知駛咗去邊啊？咩啊？係啊，你而家先知咩？睇啲咁少啦，咁少咩啊？少狗咯，咁你出嚟啊？咁咪一係就收呢樣嘢，一係就收出嚟嘅，就喺度聽。咁啊，根據 Telegram 嘅一啲消息啊，即係警方嘅行動啊，就應該係喺銅鑼灣一帶就已經設咗防線噶啦。即係銅鑼灣已經差唔多完成一埲防啦。
咁我相信咧喺金鐘一帶咧就情況就相對平靜噶。咁啊，現場都唔少嘅傳媒人士、傳媒人啊，就嚟咗呢一區，即係銅鑼灣啊。你中意攞下就得，冇人多啲啊。敲門嗌都幫你。咁現場就見到啲著校服嘅人士係路過啦，定係即係唔知係路過定係嚟支持下表示。咁大家今朝又睇電視或者其他 Telegram 嘅頻道咧，就見知道啊，就有一名十，即係有啲學生啦，就著校服啦，跟住喺俾警方喺背囊搜出一啲豬嘴頭盔，咁就被拘捕噶。咁而家希慎廣場一大條都冇乜特別事發生啊。主要啊，都係啊，即係人士就聚集啦，玩手機啦，坐喺度休息啦，等等都有噶。咁就未有叫囂噶，亦都即係未有呼叫口號啦，同埋唱歌噶。但係防暴警員另一邊，啊呢位上邊聽到咁乜春啊？報緊料啊！佢話呢度隨時落閘。哦，希慎廣場隨時落閘啊！會即係嗰邊啊嘛。不是這邊名嘛，希慎廣場上已經一個門口就落了閘的了，大家知道的話剛才報告給大家看過了，就是我現在右手邊這個門口是落了閘的了，那就只剩下這個樓梯和再落多一層就可以落到去穿在路面，其他路道已經是行不到了。即如果警方是到時再來清除，其實很簡單，只要在這裡一次防線出來就足夠了，就已經可以成功拉走所有人的本上。即係而家簡單嚟講，希慎廣場算係落咗一半嘅閘啦，但我見到仲有人上嚟嘅，相信就係嗰邊咧可以通往下面再下一層啊，即係主要咪化妝品嘅區域咯，好似係。戴翻個頭盔先啦，我唔清楚嘅，啱見到有一兩間係化妝品嘅。係啊。下面化妝品啫嘛，係啦。咁希慎廣場咧呢度咧就可以落到去買化妝品嘅區域啦，咁跟住你就可以上翻路面嘅，咁或者喺呢邊咧直接就搭扶手電梯落翻去嘅，出翻路面嘅。咁歡迎大家繼續用 PayMe 啦、接受快啦、PayPay 啦、銀行過數啦，或者現金咧喺現場度支持，即係火金支持我哋噶。咁多謝大家支持先啦。咁咧，如果有咩問題咧，都可以 inbox 我哋噶查詢噶。會有專人覆你噶啦，爭在幾時嘅啫，大家稍等一陣就得噶啦。咁時間都嚟到12:30就差唔多，咁我呢部電話咧都冇乜電啦，可能就晏啲叉叉電啦，順便換埋支 stabilizer 啊。咁我啊12:30咧就會收台啦呢度。1:00 再開啊。係咯。現場嘅市民都比較平靜噶，咁我可能就會而家就收台先啦，轉頭再見啊，同大家。咁啊，轉頭見完之後咧，轉頭再見咧都係歡迎繼續收睇大灣區啦，大家好，米奇啊，都係。大家可以繼續用 PayMe 啦、儲蓄法啦、PayPay 啦、銀行過數啊，或者現場現金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噶。多謝曬大家收睇呢一節嘅直播啊！啊，一陣1:00再見啦，拜拜。